见你家，他就会把你杆子出现的地方撕掉。对对对对，哎、欸，所以你长杆的使用要注意这一点，就是长杆不可能不垂，因为你长杆超过一定的限度，它前面应力非常大，所以不能有太硬的材质。那够侪好存的，那坠机的时阵没看到镜头。哎，哦，啊来第二，咱长杆吼，长杆有当时啊，咧翕画框拍的时阵，你着用景点的画面，你也感觉会害，你爱。我们来叫他毛哥。所以这个下去海水要特别洗吗？哎、欸，杆子弄到海水一定要泡清水，相机也是。哎、欸，来这边，咱们给。Thank you.